物杨超，咁啊效力嘅就系中甲球队梅县铁汉嘅守门员咯。咁啊梅县铁汉就啱啱中甲啦，排尾三嘅球队嚟噶。咁啊剩翻二十分钟噶嘛，站喺个拖延时间系啦，咁啊应该要啊离场噶。我想后要睇睇机会，余志南。媳妇嘅分野啊，好靓啊！呢个波啊，呢个波好靓。余志南原先我都一路赞佢，系即系喺呢场波香港队佢唔起眼，但系就一位好实用、好有作用嘅球员。好啦，起眼啦，而家入埋波俾你睇啦。我睇嚟对方门将杨超应该系冇掂个波嘅，就失波啦。一街一射，靓波，真系掂唔到啊！都系死球嚟嘅，系。哇 ！set 大俾你哇 ！set 得好靚喎，見到對方呀嘅頭槌啊！咁曾宇明睇個勢啊，想點翻俾隊友噶，但係變咗一個助攻。咁啊。